我也非常感谢前面的队友可以给我们两个上场表现的机会，当然我也不能说我上场了我就一定会赢，我只能说我们拼尽全力然后在场上尽量发挥的更好一些，表现的更好一些，但是很开心我们今天做到了。我觉得前面两分更不容易吧，特别是1-2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我们的男双和男单，可能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决赛。当然我觉得于飞和东平包括小冯，我觉得也表现得可圈可点，就是精神我觉得非常的顽强，团体赛就是这个样子，有拿抢三嘛，对吧，我们抢到了那就是我们赢了。